好，姐姐看我，预备起。你们还在这样睡到中班？哎，静姐，同样是小学生，为什么我每天读书已经忙不过来了，你却还有时间拍视频呢？你们以为我在拍视频，其实我是通过拍视频把学习的知识再复习一遍。你们以为静姐有这么多彩笔是为了画画？其实啊，是为了使用四色右脑记忆法。红色标记一眼就能看明白的内容，绿色标记不太熟悉的内容，黄色表示模糊的内容，蓝色标注完全不懂的内容。因为啊，不同的颜色会刺激你的右脑，这样啊就能提高你的复习效率哦。还有背诵的时候，握紧右手会记得更牢，回忆的时候要握紧左手会更容易记起来。你们以为他在看平板玩游戏？其实啊，他是在使用学习机查漏补缺。所以啊，你以为的你以为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哦。那你身边的学霸都是怎么学习的呀？